今天呢，我要来分享呢我的这个 reserve， 它里面呢有一个成分叫做百里芦醇。那这个百里芦醇呢有很好的抗老化跟抗氧化的功效，而且啊百里芦醇啊它是可以去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长寿基因，所以呢百里芦醇啊对我们人类呢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不可思议的益处，甚至呢它有非常强大的消炎抗炎甚至是抗癌的功效。那市面上呢很多产品可能都会听到哦都有这个百里芦醇的这个成分，那今天我的这个 reserve 呢它又怎样去脱颖而出呢？它又怎样在这个市场上在这个市面上已经是有14年了，可是它依然还是爆品的，就是我们有用了一个悬浮凝胶的技术，就是口腔黏膜技术。那我们在喝它的时候呢就必须像喝红酒这样子放在嘴巴3到5秒过后呢才把它吞下去，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喝了进到胃然后被我们的胃去分解啦然后去吸收，不是这样的。因为百里芦醇它不同其他，如果今天它在胃的话呢只会被我们的胃酸去破坏，那今天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技术，它会直接95%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全身上下的这个血管系统，然后起到了综合自由基去保护我们的这个细胞，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细胞，甚至呢它是可以去激活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长寿基因。所以呢今天我的这个 reserve 啦和市面上含有那个百里芦醇的凝胶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因为我们有的这两大革命性的技术，就因为拥有这个技术呢我们的这个 reserve 啦在世界上已经是创造了无数的这个见证，甚至呢很多世界各地啦很多医生啊名人啊甚至是明星呢他们其实都是在默默的使用着我的这个 reserve。 所以今天你想要有一个怎样的科技，想要有一个怎样的技术呢来让你达到你想要的美和健康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东西。 OK， 关注我，我是 Alicia。